是吹嘘了？不嘘，这个可以再点着他。那这个就是小鱼儿每天写作业的日常啊，听听歌，写写作业，是不是？你这样写得进去吗？哎，抄错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来抄错一遍。今天作业多不多？还好，就两个，但是写的比较多。嗯，数学呢？做完了吗？数学学校也必须做，不然会被老师催死。啊，那就剩语文，每天回来就是语文是吧？嗯。认真做啊，等一下我们要吃西瓜了，今天我让爸爸买了一个西瓜。现在怎么会有西瓜？当然有啊，但是这西瓜真的好贵呀、啊、就是这个西瓜，看看，我们来看一下半个花了多少钱，52块，太贵了。这如果买一个的话就要100多，所以我们就买半个吧，尝尝鲜吧，解解馋吧。爸爸切西瓜了，小鱼儿作业做完了。西瓜，这是什么瓜？海南瓜吗？应该是吧。无籽西瓜。闻上去味道不错哦。你要吃一口。甜不甜？嗯，甜的，好吃吗？嗯、蛮好。那你好好写作业啊！哎，溜了溜了溜了。嗯，吃上去味道真的不错呀、啊，很鲜。你看小鱼儿呀，嗯，吃的西瓜的样子特别好玩。粉丝们，你们这边已经开始吃西瓜了吗？